享给大家，这是我个人的。哇，你有打魔方吗？对，是我今年发现的撞见蜜桃，撞撞屁股真的是，是啊，可是你的屁股本来就很有名啊，对对啊，这撞屁股没有修过，超厉害，对呀，好漂亮哦，然后怎么了？什么？海报，海报，这个屁股，海报，海报，对对对对对对，好夸张，好夸张，哇。主要是主打臀部的一个我的个人特色的写真，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注重上胸嘛，对不对？可是可能我的胸部又没有其他人那么大的时候，哇，这一页好厉害哦！没有，我跟你讲，胸部很简单，但臀部真的很难，对，保养真的练成这样，练的超好的，嗯，分享给大家，大家品尝，自己去买啊，想看自己去买，现在就是网络书局跟各大实体书店通路都可以收到，然后在2月11号的时候会在美丽华办签书会跟粉丝见面，而且我觉得你的写真书好健康哦，对，手健美路线，很舒服，你看人家多自律，对啊，我们过年前就在传那个菜，我们要吃，整个过年我们在那吃完咸的要吃甜的，甜的完了以后你就觉得腻了，再吃一点酸辣，然后呢火锅呢一定要你知道晚上12点就要来上火锅，对，送给大家的一个过年的礼物。壮过年前，我看他的那个自己的 IG 都在分享他运动，他说是为了这一本，要警惕自己的一本书，真的。因为我觉得身材就是真的要靠忌口跟多的运动，才可以让你自己的状态一直维持在那边。他非常运动，真的，而且要持之以恒。要持之以恒，对啊，这很不容易，真的好翘。你讲好有说服力，不用去美，好翘，好羡慕。好厉害哦，不用刻意，他就是翘在那边，好好的练，好好的练起来，而且我觉得体态更好，整个人会变得更有自信，对，也会更爱笑，所以更爱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牙齿就很重要。但我自己本身的牙齿很大颗，但我没有做贴片，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还牙齿还算健康，我就不敢去做贴片破坏原本的珐琅质。可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上节目，跟很多身旁的朋友都有做贴片，我的牙齿跟他们比较下来，就会觉得，哎，如果我没做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黄一点点，所以我就去做了冷光美白。然后这样子的冷光美白，它其实做下去之后，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天然的白色，天然白色，它可以维持多久？它可以维持一年。那可以喝咖啡跟茶吗？尽量不要用吸管。对，用吸管。要的话，你就用吸管喝。好高干哦！对，哎呀，喝酒都用吸管喝，喝了10年了。因为他就是有做美白牙齿，真的干杯啊，这样子，对，干杯这样子用吸管喝。哇！可是我觉得就是做了冷光美白之后啊，其实我觉得你的牙齿的整洁度跟整个拍照起来的好看程度就会提升。然后像我自己做完冷光美白之后啊，我也会过了2-3个月就会做一些居家美白，让它保持它的白度，让自己的那个白皙的程度是一直可以维持在那个很最佳最美好的状态。你看，这是我还没有做之前的牙齿，就是你会觉得我的牙齿是整齐的，但是就是拍照起来就觉得还好啦。然后这是我做完音波，这样看是不是做完美白后，对，拍照起来我觉得整个上镜头的色泽跟颜色就不用修。你知道现在有一些修图可以拍完之后，你牙齿可以变白，牙齿变白。但是我做完冷光美白之后，我就再也不用用 A P P 了。这样，我的脸就是肉脸，所以我是一个非常音波的，就是一个算是它出现了。出现了这个功能之后，我觉得哇，对我来说太好了吧，因为我的婴儿肥很严重，然后你看就是即便我瘦下来，我的脸笑起来都还是圆圆的。然后我这是我打完音波后的第一个月，就会变得它跟那个肉比较没那么抛，笑起来会比较贴合你的下颚线跟我的骨骼的位置，很像消水肿。对，就很像消水肿。所以我觉得音波是个侵入性也不是侵入性，然后它的维持度也够久，然后它的花费现在其实有一些什么韩式电波啊、韩式音波这些费用没有那么高。其实我们简单这样分好了，就是电波啊，我们可以拉自己的皮肤，如果你的皮肤可以拉的范围很大的时候，那这时候其实相对你的皮肤是松的，就适合打电波的治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肉放上去之后它会丢起来，所以它是紧箍类的治疗。电波，怎样才算松啊？
是我这适合打什么？你这种就适合打电波。是皮的话就适合打对电波。电波。那如果是那种肉肉的，然后有点下垂的，那这种我们就会建议可以适合打音波的植物。但是通常啦，通常是这样子，刚刚是大略分布，可是呢，我们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单纯只有松或者是单纯只有垂，大部分都是又松又垂。好难过，好难过，所以会适度的搭配两种治疗，只是会看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分配的发数一定会有所差别。然后也是，比如说我打的状况跟老师打的状况就一定也会不一样，打的会显示出来样子会不一样。对，就是它最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那还要补充的是哦，然后刚刚我们艾蓉啊，还有壮壮有提到那个。就肉毒或玻尿酸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脸部的动态的纹路会用肉毒的方式去让它做放松，那但是如果已经变成静态的纹路或有一些组织凹陷的问题，我们就会用玻尿酸去做填补的动作。那所以适度的填补是好的，但是过多的我们其实都不建议。当然所以像这种抬头纹啊，然后皱眉纹跟鱼尾纹的部分，在做完治疗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它整个表情看起来是比较柔和的有看起来运气变好了。对，还有下巴，对不对？也比较好。玻尿酸因为它是填充物，是下巴变好尖哦，明白。对，会把它原本是比较萎缩的下巴再往前做一个轮廓。哦，它很多往前哦，有了这样大张的那一张最上面是同一个人嘛？是同一个人哦，不同的人谁要拿得起啦？干嘛？撤退？哪位啊？是啊 ，B A 呢是不同的人。一个是男性，每一个变性，不是啊？哎，他那个第一张正面那么尖，他正面不同人，就有一些人呢，弄完了以后就变不同了，对，有可能，那就too much了。最美的就是说，人家觉得你变美了，可是又说不出来，哎，你哪里？对，就是他不会觉得你是变成另外一个，对，高招就是这个，好不好？2023年新年快乐，我是唐绮阳 ，Happy New Year。想知道新一年运势如何吗？赶快订阅女人我最大 YouTube 频道，带你掌握各星座运势哦。